好，欢迎来到什么都有，什么都不奇怪。我是阿生，今天呢，怀抱一个非常感恩的心，因为我要开箱一组我非常喜欢的泡泡玛特，也是非常热门的 IP， 但是是我们唯一没有收藏的 IP， 那就是 School Panda SP， 因为他们现在这是跟那个爱丽丝啊的人物啊做设计。所以说他们的做工啊，其实在温度那一个系列啊，其实我就还蛮喜欢的，然后也真的很感谢泡泡玛特的台湾官方热情赞助我们一中和，非常谢谢，终于看到了我们的频道，感谢你们，非常的谢谢你们，然后现在就有阿森小弟来为你们做开箱 ，SP School Panda， 爱丽丝的，他也不算是联名款，他算是爱丽丝啊的人物啊去做设计，然后啊也是以比较偏艺术风格啦，我觉得 SP 啊都是比较偏艺术风格去做设计，所以当时我看到那个他们的温度啊那一期，其实我真的还蛮想买。但是我们家的摆设啊，就比较玩具风，好，然后艺术品这系列啊，我觉得就没有那么的玩具风格。但是 SP 在讨论区啊等等的话，其实都很受欢迎。好，我们之间就快速开箱。他们这次也有1、2、3、4、5、6、7、8、9、10、11、12只，好，一只是330块，好，一样是12只。盒子啊，外形设计。好，就是蛮有爱丽丝他们的风格，直立，然后它放横的，好，它的水饺的样子，不知道我还有一只小眼了，然后看，我觉得啊，泡泡玛特官方啊，是赞助我们这一盒啊，是不是想要我希望啊，我们啊也入坑 SP 啊，我觉得有那个可能哦，因为玩具都已经买那么多了。一堆、欸，我都已经快没地方放了。下次啊，不要赞助1000趴，因为我没有地方放，1000趴也太多了。400趴都已经摆到没地方放了，我电视旁边都是400趴，只是你没有看到而已。但是还是非常感谢你，谢谢官方。然后第一支出现了一个帽子，我大概也知道是什么了。来，这支叫做蛮不。不是，睡不着的你，困没体力啊？好，卡片让你们看一下，看清楚哦。睡不着的你，好，来，盒子先放旁边。他是躺着的，好，我当然是拿张给你看。好，他是躺着的哦，好特别哦。我觉得啊，泡泡玛特啊，把他是不是特别喜欢那个 SP 啊？它在 SP 啊的上色细节啊，吼，都做得特别的细腻耶，我觉得比 Molly 还要细腻。像是它这些时钟耳朵啊，吼的复古啊，吼上漆等等的话，吼都细致度到很高耶。它的眼睛，吼有1、2、3、4、4层，然后把它画得很清楚。然后消光，他们这个算是消光彩纸的头发，然后消光彩纸加一点点亮漆，然后上面做了很多爱心。这个是黑桃，就有点像爱丽丝梦游仙境里面的奇幻的感觉，然后我觉得就是很有质感，对，所以它质感很好，我是觉得 SP 都他们的系列啊，都有一种不知道怎么讲的寓意啊，寓意的意思啊，好，我看一下，睡不着的你，他们的摆设方式啊，有人说是会把帽子直接盖着，好，但是。其实官方齁，我看他们真正的摆设方式是这个样子，然后把帽子放在旁边，好，然后他这边呢会有一个，这个是往前哦，好，这算是咖啡杯，好，把它摆在这个地方，哦，我还以为有磁吸耶，它这个有一个帽子这里，对，然后把它摆在这边，也太可爱了吧，还有一个小咖啡，哦，好可爱，小咖啡啊，跟帽子是用有点半银漆。好，去做设计，好，然后还有一个小咖啡杯，细致度做好，还有小小的把手，这
这个啊，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哦，它可以拿来喝水哦。我告诉你，这个没有漏底哦，它这个可以真的拿来喝水，喝一滴，一滴。哦、对，然后它躺在这边先睡觉。好、哦，这只就叫做睡不着的你。当你睡不着的时候，你就可以抽这一只睡不着的你。好、哦，然后背面的部分也让你看一下，它一个 SP 的 logo、哦。好，然后这个是它的枕头。好、哦，然后它没穿衣服。啊、哦，哎、欸，真的哎，对，也没有露出屁屁。对，好、哦，比较艺术风格的 SP， 好可爱哦。好，第二只官方赞助的，应该也会有隐藏吧？不知道，应该会吧？我相信你，原厂官方就有没有那么神手？我是阿森哎、欸，我花不少钱了，对啊。说不定我之后就开始入坑 SP 了，没有买到那个 SP 的那个卷餐十包，我心疼也很痛啊。这只坏脾气的你，一看呢、啊，我觉得就知道是那个《爱丽丝梦游仙境》里面那个皇后，嗯，那个坏皇后 ，boss， 坏皇后。今天我主要分享的都是以外观细节，让你们先看到它的细致度到什么等级。那这个啊，坏皇后啊，它旁边有两个，这个算是耳环，好、哦，应该是耳环的、啊，好、哦，两颗爱心，它是把它分开的哦，好、哦，然后可以直接在这边插上去。它这个坏皇后，它就不是黑桃了，它就是红心，好、哦，因为它是 Queen 嘛，好、哦，红心。然后它为什么叫坏脾气的你看它的脸就知道它脾气很坏。然后全部都是红心，红心，红心，连脸都印红心。它后面啊，这个地方，好、哦、是用消光彩纸再喷一点点亮光漆，所以你也刚刚先画金葱的领管，然后很多的爱心。好、哦，细节部分的话、啊，它每个纹路啊、刻画的深的细节阴影啊，都有做在上面，所以它们细节在 SP 设计上面啊，都非常的到位。只是啊，你看哦，它包含它的眼影哦。跟他的眼睛哦，他眼珠子啊的颜色不是单一颜色，他眼珠子啊是有从深蓝到浅蓝的颜色哦去做建成的，所以你注意哦，买 SP 这个系列的啊，它几乎都是真的是把一个艺术质感哦。我用人体旋转一下，然后后面哦，这个斗篷后面是空的，它没有很敷衍跟油渣子，所以它斗篷它就只有这两个。耳环啊，是可以自己装上去的，然后稍微旋转角度，喜欢它的耳环是什么角度，可以自己旋转。好、哦，这是坏脾气的你，皇后。好、哦，那你们看一下，然后后面头发部分，好、哦，然后一个皇冠，坏脾气的你，好、哦，隐喻《爱丽丝梦游仙境》里面的皇后。好、哦，第二只，来，再下一只，这只叫做大胆莽撞的你。大胆莽撞的你，好、哦，大胆莽撞的你，他是《爱丽丝梦游仙境》的谁呀、啊？就是爱丽丝本人吧？啊，对啦，他是坐在上面，有可能哦，很可爱。最厉害的地方是什么？你知道吗？最厉害的地方是他有三张扑克牌啊、哦！各位观众，红心 A 没有，他是。梅花 S 跟黑桃三跟红心五，好，附三张扑克牌哦，还有三张哦，然后要把它打开，倒出来，好，等一下哦，哦，好好小张的扑克牌哦，好，然后它是拿在手上有一张吧，哈、哦，有，哦，我刚刚看了一下，它的。哦，但是它不好放哦。以这一只来讲的话，哦，它手手啊，要拿那个这里，它这边手手夹一张黑桃，红心五夹一手手，然后黑桃三，哦，它把它设计。一个，他都有卡榫，做的有卡榫哦。他们细节真的把它做到满嘞。对 SP 这么都偏好 SP，
为什么 Molly 都没有做得这么细致？然后这边椅子这边，他把这里我看一下，棉花 S 放这边，就有三张扑克牌。哦，真的。对，然后后面呢，他的椅子是砖块，好、哦，红色砖块，好、哦，然后衣服这边全部都有印满那个扑克牌的图案。好、哦，他们把细节啊，真的是拍做到很到位啦。好、哦，撇除它的上侧上色部分的话啦，我觉得它的头发部分啊，哈、哦、的纹路啊，上色啊，它应该是故意要做一点点，有点，那应该不算是战术。哇，糟了，机器人看太多了。哦，它算是有点把它做法师，但是 SP 的皮肤真的很好，哦。这不知道保养品差多少哦！你看咕溜咕溜的哦，然后三张卡，三张扑克牌哦，他把所有的那个扑克牌的元素啊，哈、哦，几乎展露在这只大胆什么什么的你上面哦，因为他可能就是做那个爱丽丝主角，我觉得啦，我猜的哦，设计这只也应该，我觉得啊会很热门款的，应该是哦，这只皇后。我喜欢爱丽丝这一只、哦，这只当然主角、啊、很多人都会喜欢哦。这只那个坏脾气的你应该会是这款之一。大胆纯粹分析哦，纯粹分析，以上 不代表本台立场，以上只代表阿森自己的想法。哎呀，再接下来买多了来隐藏，班班我相信你，哼，胆怯。害羞的你，胆怯害羞的你，我来看一下。其实胆怯害羞的你我还蛮喜欢的，不用讲，你们都知道为什么。小野的隐藏版，对不对？小野的隐藏版我特别去买的呢。哎呀，它是放在便当盒里面，这是装在盒子里面。我看一下哦。小野的隐藏版有网上都有人说他很像小野的隐藏版啊，好，因为他说是躺着，好，然后他就是，我再看一下名字，胆怯害羞的你，他的这个盒子直接额外，看到没有？我们先研究一下他的盒子，背后空的，哦，印的，还印什么？泡泡玛特，好，然后他把盒子设计的有一个胶带，哦，跟那个茶壶。砖块，好，因为没插到砖块，然后把它粘了胶带，然后放置的方法，我看它要完美放置，我们都只研究完美放置法，哎，只有完美放置法，好，就这样而已。它穿着啊，这个啊，不要跟我说是猫咪装哦，这只我怎么看啊，都觉得它像是天竺鼠哦，明明就是天竺鼠，天竺鼠装，然后用的是砖块，好，然后它背后有穿衣服了，它穿着天竺鼠装，然后加一个尾巴。这只啊，我觉得有够勾追的啦，哎呀，然后它这个好、哦，从背后看起来，好、哦，它就像是一颗那个叫什么、啊，很硬的很硬的那个荔枝哦，荔枝就是那也不能算是荔枝吧，就算是核桃哦，好、哦，这个一定是隐喻它里面的核桃，爱丽丝里面有一个核桃，一定是隐喻它，然后前面再给你用一只花栗鼠，但是这只是。是我喜欢的风格，我很喜，是不是我个人的那种癖好啊？我很喜欢那种窝在一种角落的那种感觉呢。好、哦，我因为所以说小野那一只的隐藏，我就很爱很爱很爱。哦，就是一种悲，不是悲惨啊，就是有一种抑郁吧。然后还是像是他这样躺在里面，然后闭上眼睛，然后只能说他的皮肤还是很好。而且你注意它的细节部分哦，它这边啊有个三个爪子爪痕，哦，然后头上也有一点一点的，不是关卡，是它额外的上漆哦。然后它的腮红啊，这个应该是不是淡妆，这个应该是浓妆，好、哦，好、哦、彩妆系列。好，接下来我们再下一盒应该就是隐藏版了，好、哦，我们要开箱快一点点。你们也要帮我们看快一点点，啊，不是，我说错了，你们要看慢一点点。这一只是有智慧的你，拿到这一只你就会有智慧。嘿，
这不是塔罗牌，哎，这是 Scorpio Panda SP 的卡牌，不是塔罗牌，它设计也跟着塔罗牌还蛮像的嘞。这包装啊，哦，塔罗牌，哦，好，这个包装让你们看一下，最新意大利的巧克力 ，Scorpio Panda 巧克力系列。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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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零件？有零件，难怪就是那有点重量。什么民主和华侨？有智慧，哈、哦，然后就是有智慧，有智慧的你呢？一开始拿到摆设啊，好、哦，你可以为这样是站不住的，因为它还有一件衣服，噔噔，衣服就是要让它撑住，所以说它这边有两个卡扣，然后衣服。把它放在前面，它的披风插上去，放着它就可以站住了。好、哦，这只啊，它设计的像是猫咪。好、哦，一定是猫咪啊，都已经看到猫走在前面了。然后它把它披风，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尾巴，尾部的部分呢、啊，它头后面注意看，头后面是有一个牙齿，那个算是猫的脸，鼻子。哦，猫的胡须，感觉像是猫的眼睛，在猫的嘴巴。哦，不知道，还以为是大酒保。好、哦，但是它是 SV， 哎，然后猫的尾巴，哦，好、哦、穿衣服，还有穿一个小布布，哦、然后猫爪、猫脚，你按下面哦，还有印哦，脚印还有印了 SP 的 logo 跟泡泡玛特。哦，注意就是注意在细节中，魔鬼藏在细节之中。看好，有智慧的你。手动类比旋转，看一下，好、哦，眼睛它就是把它设计成猫眼，哦的上色，也是都用彩妆系列的彩妆，可以研究一下它的彩妆，然后留一个 S 哦超人的 S 的刘海，然后放着很稳固，因为有衣服撑着，它重心往前，头比较重，脚撑着，衣服放上去之后重心就往前，整体就会非常的稳固，好、哦。下一支，我相信应该会是隐藏，因为我是阿森。愚钝的你，这个我该说什么呢？哦，他是皇后在伤心吗？谁call我？哦，没事。愚钝的你，好、哦，直接打开。哦，没有配件，但是。不要小看它，好、哦，一度的你细节满满，它的两边这个不知道是耳朵还是耳环的东西，它是把它做成透明件。注意哦，透明件里面的东西，我不知道这样的话你看不出来，它会动，这边是会动的，好、哦，所以这是分件处理，它不是两个东西塞进去，然后把它做，盖起来，反正它就是放了两个东西里面，然后把它盖起来，然后塞进去，所以它是细节做到哦，哇，没有像它比那个爱心呢还要厉害哦，它是把细节做到位，然后它就是写说它是在哭泣吧，哦，这样叫愚钝的你，可能它在忧愁，它在哀伤，然后两滴眼泪，然后也是用彩妆，它的眼神啊比较涣散一点点，脚上啊受了伤，所以说它在哭，所以说这边问号。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他贴了一个爱心红心 S 的 OK 绷、哦，背部的部分他是做了一个小板凳，没有转到背部，你一定不知道他是做的小板凳，哦、然后这个什么蝌蚪吗？还是火影忍者的 Sasuke？ 哦，这只安徽市的门款呢？嗯，难以判断。以我个人啊，我觉得还好。但是喜欢 SP 的人的想法，艺术可能跟我的想法不一样吧。这只我觉得普通，是不是的门槛来就见仁见智哦。但是我觉得 SP 就是把它的细节啊、上色啊都做得很到位。泡泡玛特真的是厉害呀、啊！我觉得这只是个门槛啊。好、哦，但是我不知道是我个人喜欢还是你们会喜欢。它叫做忧心忡忡的你，哒哒哒哒，忧心忡忡的你，因为
那种比较偏，我是不是有点黏啦、啊？偏粉色调的哈，我吼、哦、会比较喜欢一点点。好、哦，忧心忡忡里，它里面啊，吼、哦、跟它不一样，它不是用，诶这个我它名字都好长，算了算了，用纸的就好了。好、哦，它这个的耳朵啊、耳环啊，吼、哦，它是把它做扎实的，它里面做了一个红心在里面，好、哦，然后里面它类似把它注入。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做的呢，就是有两个红心在里面，然后他是不会动的，但是就是很扎实。然后后面他不是坐小板凳，他本身屁屁啊这边啊就是有一个那个SP 的 logo、哦、然后他就直接坐在地上，然后他穿着兔子服、哦、红红的眼睛，吃很多眼那个红萝卜，很红红的眼睛，然后也是化着浓妆，然后这边用一个方块、哦、这个 SP 系列啊哦、怎样都逃不出扑克牌，然后拿着一个铃铛，铃铛，对，这应该是铃铛没错。哦，细节部分的话，大致上、哦、都是采用消光色，这个系列对，全部都用消光色。消光色可以让你呈现出一个比较有一个艺术气息，哦、然后仿旧复古的一个感觉、哦，然后再用这两个亮漆里面灌着一个。红心的感觉，嗯，细节到位，我喜欢这只，这只我非常喜欢，我判定它是热门款之一，我判定。下一只，隐藏啦、啊，这只哦，一看就知道是那一只《爱丽丝梦游仙境》里面那只爱睡觉的那只哦，就是懒惰的你，噔噔，懒惰的你。懒惰，懒惰的那只猫，把它上车用 VR， 我觉得它看起来就像是那只懒惰。哎呦，这只猫它把它设计的那么精致啊，有没有良心啊？哦、真的哎，它把 S 也设计这么的精致，我的 Molly 我的 Dimo 怎么办哎？我才刚刚夸奖完拉布布而已，他立刻把 SP 捧到最高点。这个材质做的像是有点偏硬一点点的橡皮筋，然后他我看一下哦，啊，这是抽雪茄吗？哎、欸，他这个从后面绕到前面，等一下哦，大家给我一点点时间看一下他怎么把它装进去。这边插在手上，哦，他真的把他 SP 做得太细腻了啦！哎呀，他连他这个分件啊，都把它做得这么好。然后这边，好，我装完之后啊，再给你们看。哎，我真的都有设计过嘞，哦，对 SP 做得特别的好。OK。再看一下名字，这只哦，这只应该是门款的懒慵懒哦，下面跟我说懒慵哈，慵懒的你，它藏在一个这个是梅花，好、哦，梅花是，哎、欸，这是又是爱心，这边是梅花，这边黑桃，这倒是梅花，算随便，哦，它在这个沙发上面，然后抽着，应该不是抽着鸦片吧？因为它这边有一个管子，然后它的这边你要安装的时候就是注意这边插在手上，它一个孔拉到后面又有一个孔位，再转一身这边有一个孔位，然后把它固定，然后这个就是比较硬的橡皮筋，然后材质，然后这是它背面全部消光，有点复古材质哦，消光漆，消光漆在做的哦，好疗愈哦，摸起来好疗愈哦。哦，然后在这里啊，他用星空点缀的方式啊，哦，翘着腿，他这个身体，他穿的这件衣服啊，是毛毛虫啊，是猫咪啊，我不知道他穿的是什么啊，但是这种东西本来就是走艺术风格，会有一点点抽象，哦，让你去自己去觉得他是你心中想要的什么角色定位寓意，就让你自己是觉得。但是这只热门款，我觉得一定是，因为它的设计真的很精致，哦，
后面，然后他的妆呢比较淡一点点，带一点粉色妆，然后任何我再看一下哦，有没有什么任何的印漆瑕疵，都没有呢。他的细节部分呢做的有够到位的啦，但是我有一点呢不一样啊，有点恐怖哎，他这边竟然有第四只手啊，啊，他两只手是在这边，还有这个不知道是不是手，他竟然抱着他。还是它是一只毛毛虫啊？它是一只毛毛虫啦！啊，可能是里面那只毛毛虫吧。嘿，它是毛毛虫哦，有啊，有毛毛虫装。我误会它了，它不是猫，它是毛毛虫。啊、哦，坐在沙发上的毛毛虫啊、哦，慵懒的你。好、哦，热门团 SP 哦，特别细致，难怪他们都很喜欢它。关切则乱的你，噔噔，关切则乱的你，这就是记得关注，什么都有，什么都不奇怪，按赞订阅分享，再打开小铃铛，我的 IG 粉丝团，关切则乱的你，坐在一个小板凳上面，记得这边他们细腻的，还要把它塞一个小棉花，把它拿起来，因为他怕你的那个小板凳的三只脚脚断掉。哦、他坐在小板凳上面，然后这边印了一个黑桃 S， 然后它是什么动物呢、哦、一个黑桃，一个反的黑桃，抱着一个小猪，哦，伊艾加迪亚，想要了解它的其实寓意啊，哦，烦请 Google 一下官方看它的寓意是什么，因为它的名称叫做关切则乱的你。关切你的时候，我心里就会乱，所以说他抱着一个猪宝宝，好、哦、关注着他，坐在一个小板凳，细节到位。为什么细节到位呢？因为他是用消光漆，但是他偏偏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小板凳的话是给他用亮光漆，而且小板凳三只脚啊，还有做出来，所以放的时候小心，不要人到时候脚断掉，哎，阿伯一一爱的这边掉，哦。这个放的时候小心一点，哦、做得很稳、哦，小心、哦，你看，很细心，还放了一个海绵让它固定，哦，关切则乱的你，隐藏了。这只是我喜欢的，这是那个是也是兔子，坐立不安的你，坐立不安的你，毛毛首先闪一边，我觉得它跟这只兔兔放在一起。灰兔、白兔，只要是乖的都是好兔。哇，配件好满哦！天哪，小宝，这配件也太夸张了吧！要入坑了吗？哈？要入坑了吗？是不是要回收？那一组去刷什么温度啊？温度会变色吗？还是怎样？还是它是怎样？我不知道。只有隐藏会变色。哦，只有隐藏。那你你看哦。他的脚脚一支箭，但我稍微看一下资料了，但是他设计这样，我有点忘记是说什么。然后插上去之后，噔噔，然后一样是红，哎，这不是红心的，这是灰心。然后他应该是兔子啊，这应该不是那个三线鼠，土拨鼠，土拨鼠，兔子，土拨鼠，兔子。好、哦，那旁边放了一个 Dago， 好、哦。Dago 用亮漆加一些复古的感觉、哦、茶壶看一下、哦、然后他围了一个围巾、哦、然后这边脚注意印着 SP 的 logo， 注意印着 SP 稍微细节到位，他穿的这件他一定是人，因为他这边有缝起来、哦、他缝的位置，他穿的一件是兔子装，它就没像这只兔子，我摆在旁边让你们看一下。贝贝是兔啊，伊的兔啊，伊就是加一个 Dago 给你。好，两个，一个都是红心，都有做一个立体浮雕的那个冠漆的类似红心。这只白兔就没有这个壶茶壶，这只就有茶壶，而且它这个脚还可以这样拔起来发射，然后再穿上去。哦，它的细腻度、细致度又比它这个更高，所以我再次判定它会比它更热门一点点。比较设计比较特别。哦，
他们的 SP 真的比较厉害呢，造型比较不会像是 Molly 有一些造型哈，就是这样，那不然是这样，两只手就点换衣服而已，但是、哦、SP 都没有，各个角度各个姿势，哇塞，这哦这只是那个复刻牌啦，我想说天哪，打开这配件也太多吧，喂，这是什么名字啊？顺从的你，网上很多人想要把它吸在那个冰箱上面的啦，对啊，这是我看了一下，它的设计人很特别，我还第一次，哎，这个很有创意哎，哎，不要小看它，后面做全品的，因为它是想显露出那个 IS 里面那个复刻牌，哦，后面全品的，哦，上漆部分我不用多说了，它上漆上的非常的细腻。哦，倒过来就是 SP 的 logo， 哦，上漆啊不会有任何的溢漆啊，这里有小小的粉粉的，应该是溢漆。哎，刚讲完，好、哦，然后它怎么设计呢？我把这个复刻牌先打开，打开复刻牌，总共有黑桃二、黑桃五、红心七，好、哦。然后把它放在一起，每天想要换什么衣服的话，你可以自己做切换，好、哦，看你今天心情怎样，可以切换衣服。然后同时再把它塞上去，好、哦，它就变厚了。再来，脚脚部分，哈，还有送了一支油漆刷跟一支玫瑰。然后我告诉你啊，应该是这样啊。他应该这组比较多换呐、啊，他应该是有时候如果说你不想拿玫瑰的时候就不想拿玫瑰，你想要换游戏刷的时候就换游戏刷，因为在官图上面的话，我看他只有一个地方拿而已，他就拿一个而已，所以他是拿了玫瑰，所以他多一个游戏刷，隐藏版的游戏刷，磁吸的，好有设计感哦，他的脚是磁吸的。然后就可以这样坐着了，噔噔，有没有看到？纸片人，然后油漆刷你可以把它收着，然后想要换的时候可以把它换上去。如果说你今天不想要拿玫瑰，好、哦，我换了衣服，好、哦，我今天想要拿油漆刷，你就可以把它换成油漆刷，哎，随便你换。然后衣服，然后把它擦拔起来，它磁吸力算够了，因为它最主要是磁吸上去之后啊，让你粘在上面。这是很特别，所以说我判断它不算热门款，但是它算是必入手款。没有抽到的，他因为一狂抽，只抽到为止。因为很少有设计这么特别，把它复刻牌做这个样子，他怎么会想到那么聪明，把它做成全平面，然后再用磁吸的方式把它吸着？哦，它里面还要放一个磁铁。哦，它真的在设计上面啊，有很用心呢，厉害厉害，真的是厉害呀、啊！剩最后一个。最后一个，如果说不是那个 Cold Hard， 就是隐藏款。它英文写 Cold Hard， 冷心哦。嗯， Cold Hard， 中文翻译外表冷漠的你。好，外表冷漠的你，配件真的是。有够多的了，它的配件哦，真的是主力耶，难怪 SP 啊，算是泡泡玛特的热门 IP 耶。李罗扎，三太子罗扎，肚子里面那个不是红肚兜，它是红心 S， 但是它是半柜耶。对，所以说啊，我看一下，它半柜之。好、哦，然后那这边有附一个黑桃，哎，不，红心黑桃，红心黑桃，红心，然后下面有一个洞，好、哦，然后把它插上去，它是跪在这个上面，好、哦，最厉害的是细节，真的做有够多的啦，这么细心，对 SP 真的是太好了，真的是以后要收 SP 了，你看这一组哦，官方人太好了啦，赞助我们这一组。
要害我们把 SP 也纳入入坑里面。看哦，看到没有？爱心啊，爱心直接捧在上面，所以它的名字叫做外表冷漠的你。哦，其实内心是很热情，热情啊。然后你看底座，这只有够稳的，得当的就没那个，你直接得当啊那个哈，哦，那脚坐不可以。好，哦，外表冷漠的你，那你看一下，哦，很扎实。这个心做材也用半透明件，哦，半透明件的心，哦，然后颠倒的爱心哦，它不是黑桃，它是颠倒爱心，两个很不屑的眼神，再加点一点点青彩妆。头发天线宝宝的这根天线，哦，然后还用半桂枝、哦，顺从着你，哦，然后中间是一个红心，底下就是红心配黑桃的底座，哦，背部的部分让你们看一下，哦，背部的部分呢，啊，有泡泡玛特他们的公司名称，哦，加上一个小小的可爱的披风，这支我断定热门款，断定热门款，看清楚了，外表冷漠的你，好，然后全部上细节，好，请我们的小编小宝把它全部拍一下细节，看一下，哇，这套啊，性价比蛮高的嘞。桌子不够长，等一下再把那个扑克牌啊，拍了哦。这个扑克牌每天可以换一套衣服哦，你想换什么衣服都可以。哎呀，扑克牌这支其实我自己还蛮喜欢的。有人就说要把它粘在那个冰箱上，太可怜了吧？把它粘在冰箱上，哎，它还多了一个那个油漆刷可以给你刷呢。你看我现在啊，要把它改成。拿油漆刷，油漆刷上面还有一个爱心，玫瑰花我不拿，我就拿油漆刷。空降扑克牌，哦，你看，改油漆刷，衣服还可以换哦，你可以换不同的衣服，然后背后它的 logo， 它是小婴儿哦，小 baby， 哦，然后再赠送玫瑰花一支。这就是我们这一组 School Panda 跟爱丽丝，哦，他们的角色，哦，做一个联想的设计，哦，然后非常感谢，哦，泡泡玛特ありがとうね，台湾官方，哦，热情赞助，也很感谢你们注意到我们的频道。啊，你在干嘛？我的扑克牌掉了，等一下捡起来。然后因为这集我没有 SP 可以送啊，所以说大家想一下，一样，我们这一集啊的赠品方式就是我不要抽奖，一样不抽奖了，留言。好，留言说你们喜欢什么角色，然后它的寓意，好，然后说为什么，好，或者是说希望啊，好，什么都不奇怪，这个频道往后啊可以多开箱一些什么玩具或者什么 IP 你们喜欢的，好，当然一定要是泡泡玛特了，因为我们只收泡泡玛特，好，然后还有给我们一些建议，批评骂我什么都可以，好，我们会从里面留言，好，抽选出，看一下有什么东西可以送，有点出入，没关系啊，不要介意啊，大家。第一秒，我们会抽出4个100%的第一秒，好，送给你们，然后记得按赞、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并且追踪我的 IG 跟粉丝团，然后我会拍成影片，然后解说为什么我会抽选这位网友的留言。好，
因为 我想要的其实不是什么我也要抽奖，我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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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奖。好，你们可以用多账号没关系，然后只要留言可以打动我们家小编的心。好，不管你们有任何的批评指教，或者是说你们对那个泡泡玛特公司希望他们有什么建议啊等等之类的，都可以提出在下面留言。好，我真的会拍成每一部，会拍成影片，然后解释说为什么我会抽选这位网友的留言，然后并赠送给他。好，你们了解，毕竟这个都是除了这是赞助的，这个都是我用钱买的，然后还要寄送的运费。好，你们就打打字。好，感谢你们的收看，希望多多支持一下阿森的频道，谢谢大家，拜拜。